大家好，我是 Cynthia from Orpheus Music。現場音樂其實最大的好處就是它能夠配合到即時的氣氛。那我們就覺得跟罐頭音樂最大的分別，罐頭音樂即好像 CD 啊那些樣，那已經特定了即它的 sequence 啊樣。但是我們現場樂隊的話就可以即時根據現場氣氛做出不同的音樂去帶動那個現場氣氛。如果新人的音樂喜好比較偏門的話，我們首先會了解它的婚禮的 size 是有多大的。如果是一個比較小型的婚禮，而他們的賓客都跟他們一樣都是喜歡那類型的音樂的話，我們都會因應新人的喜好去做他們的要求的。但是如果婚禮是一個比較大型的婚禮，因為始終來賓比較多，大家的背景都會不同，我們就會建議新人有一半的音樂都有一些比較大路一點、多人熟悉一點的樂曲，那去照顧大部分人的喜好先啦。另外也會加插新人自己本身喜歡的音樂，令到那個音樂的元素比較豐富。如果新人想在婚宴上送一首歌給他另一半的話，咁當然我哋要先知道佢，譬如佢想揀咩歌啦，會唔會已經有一啲心水嘅樂曲啦，揀一啲佢哋自己本身有把握唱嘅歌。咁跟住咧，我哋就會了解一下，譬如佢揀嗰隻歌，咁佢譬如唱開咩 key 咧，即係咩音調啦，我哋叫做。咁如果佢話我俾個原 key 佢，佢可能會覺得啊，可能太高或者太低，咁佢要話翻俾我聽，咁我哋要錄個 demo 俾佢，可能佢又再試，咁可能有機會係試幾次之後咧，先揾到佢啱唱嘅嗰個 key， 咁然後佢自己先可以喺屋企做練習，咁然後當日咧先會有一個完美嘅演出咯。